坐飞机的人去机场或者回家总是打车，大概平均要花150块，要是能免费那该多好啊。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没钱，二没车，三没司机。但世界上总有些骨骼惊奇的人能在电光火石间秀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首先联系四川航空，跟他们说如果能做到对乘客免费接送，那么大家坐飞机的意愿会大大增加，这将极大的提升公司的业绩。这是显而易见的，谁不愿意坐免费的车呢？但是需要川航出点钱。经过谈判，公司愿意对购买5折以上机票的人从机票中抽出25元服务费来换取乘客的免费接送。现在航空公司已经愿意合作了，并且也同意出25元一人，问题是还没有钱买车也没有司机。其次联系风行汽车公司，挑了一款14.8万的车，告诉他们需要购买150辆，当然量这么大需要卖便宜一点。风行觉得好有道理，于是便宜了一点。继续跟风行说这是机场接送乘客的，每接到一个乘客就可以给他们打一次广告，因为能坐得起飞机的人大多也都是能买得起车的，这些就是潜在的目标客户。既然给你打了广告，那这个车还需要再便宜一点。风行又觉得好有道理，最终14.8万的车风行同意以9万元的价格出售。好了，铺垫都已做完，是时候开始真正的表演了。发布消息，找来本地需要买车的人，跟他们说卖他们一辆车是川航免费接送乘客的车，每接送一个乘客川航就会支付25元的服务费，当然一辆车一次可以接送好几个乘客，这里的客源非常多，这里的竞争非常小，总之这里的工作非常好。不过车会卖的比市场价贵一点，17.8万，但相比出租车牌照来说还是便宜多了。司机们很开心很乐意，甚至还有点小激动，因为本来就要买车的，现在不仅有车还有工作，收入还很不错，为什么不买？买买买，仅限报名的前150个司机先到先得。于是这笔款就这样出来了，收到司机150乘以17.8万等于2670万，付给风行150乘以9万等于1350万，账上还剩2670万减1350万等于1320万。好的，一分钱没花，1320万已经到账。这个商业模式高明在第一，川航多售了机票，当然也增加了利润。第二，司机找到了工作，当然也增加了收入。第三，风行多卖了汽车，当然还得到了广告。最重要的是，乘客坐飞机从此有了免费专车，在里面没有任何一方的利益受到伤害，所有人都得到了让人满意的结果。可见合适的商业模式与商业思维是可以达到多方共赢的。凡是能够做成功的生意的高手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之处，能够跳出思维定式，用逆向思维去看待身边的商机，同时通过对资源的整合与重组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设计顺应人心的主张让人无法拒绝，率先转变思维，抓住身边的商机和机遇，再利用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利用好身边的资源，你的生意不愁不好。你认同吗？认同的关注点赞。